看不见的维权 ，Happy Birthday 啊！寻日系山东失明维权人士陈光成40岁生日，但佢仍然被软禁喺家乡临沂，日夜都有人监视。40几个内地维权人士去探佢，就被当局遣返。另外有70几人喺北京准备搭火车去山东嗰阵，喺火车站就被公安赶走。内地强硬打压，美国华盛顿人权组织就帮佢举行生日会。共产党耍流氓可耻！共产党耍流氓可耻！维权无罪！维权无罪！释放陈光诚！释放陈光诚！陈光诚生日快乐！在香港长毛都拉队去中联办撑佢啊！陈光诚细个嗰阵患病失明，自学法律，多年嚟喺山东做计划生育嘅维权工作。2006年被判监4年03个月，去年出狱后同妻女被软禁。上个礼拜 BBC 记者想探佢都被拦截，仲抢埋部 cam 啊！之前 CNN 记者更加被人掟砖头添。